四圣地品，临次十节第七段，西南方先少时节，苦灭道圣地第九句看起，后名净方便。方便在世出世间教学都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或者是便利，都能够讲得通。那么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，这个便就是最合适的。由此可知，最合适的方法不见得能合一切大众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适合我的根性，适合我现前生活的方式啊，适合我工作的需要，我学起来呀，一点都不感觉到困难啊，学起来很欢喜，学了很有受用，这叫方便。所以世出世间教学都很讲究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呢，这个方便前面加一个净字，这个意思就深了。方便要不要呢？要啊，非常重要。方便不能着相，着相呢就不净了。啊，要利益切相啊，这个方便就清净了。啊，这个方便呢，能帮助你成无上道啊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学不是离开现实啊，离开现实你到哪里去修啊？啊，清净心，清净三业是在你生活当中修，是在你工作当中修，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修啊。如果六根离开六尘境界，你到哪里修啊？没地方修了啊。修什么呢？就是修清净，心清净，身清净啊，身心清净，环境清净啊。啊，这环境清净啊，展开来就是宇宙清净啊，法界清净啊，一净一切净。这个是大乘法里面道地的名称，
诸佛如来为我们实现。应化在九法界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现身十方便啊！你想想看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这就是变的意思啊，不是现一种身呐、啊。不是用一种名号啊，不是用一种方法了啊，这是佛门里面常讲的方便有多门呐、啊，八万四千门，无量法门啊，那个法就是方法，哪一个法门最适合你？那就是你的方便法门啊！释迦牟尼佛啊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，以无量不同的身份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出家在家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就是的呀、啊、五十三种不同的身份 啊这叫方便啊。诸佛菩萨的教学绝对不是啊自己定一套教学计划去教学，不是的，也绝对没有准备一部经到那边去讲的啊，没有的。众生需要什么实现什么，需要什么讲什么，所以没有定法可说，也没有一定的形式可以实现，全是活的，完全是众生现前迫切的需要。你看看，这真正叫方便法了啊！那我们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了，他这一次实现。就要想到这一万二千年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啊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就不说了，肉眼能看得见的这个地球啊，这么大的地区啊，在这个地球上这一万两千年当中啊，有多少人生到这个地球上来啊？这都是释迦牟尼佛教化范围之内的啊。要是讲时间，一万两千年是十二个世纪啊，这一个世纪一百年吗？十二个世纪，这个地球上有不同的国家，有不同的族群，有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哎，佛当年教化众生，统统要包括进去啊。啊，所以在家出家的这些弟子常常向世尊请教，
世尊夜夜为大家解答，啊，留下来这么多经典呐、啊，啊，这些经典就是适合于这一万两千年这一些众生去学习。啊，有时有些，你像世尊这个距离我们现在是三千年了啊，在第一个一千年的时代，大世纪第二个一千年都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三个一千年了。啊，就是这个一般外国人的算法也是2500多年了。啊，第三个大世纪了。那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呢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20几年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第四个大世纪了，啊，这一个大世纪是1000年了，啊，有些东西是为过去这几个大世纪讲的，还有一些东西是为未来大世纪说的，啊，那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纪啊，不说大世纪，小世纪，啊，这100年是个世纪，是小世纪。现在这个世界动乱不安呐，人心完全背离了圣贤的教诲啊，无论在东方在西方啊，相信科学技术啊，科技这是科学家说的，发展到极端人类不再受道德的约束，也不相信啊任何神明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相信有宗教了，竞争斗争这个思想弥漫了整个社会啊，这种现象科学家说那就是世界末日的先兆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50000年之前曾经有一段辉煌的文明，科技的进步啊，超过现代。啊，使用的能源跟现在不一样，啊，现在用电，用石油。啊，他说在那个时代使用的能源是从太空当中啊接收过来的，宇宙当中接收过来的，把这个能源变成光，变成动力啊，所以这些这个车辆、飞机、轮船没有声音啊，也没有这个排这个废气
比我们现在高明太多了啊！但是伦理道德完全丧尽了，啊，人们享受啊，这个物质的欲望达到基础，于是这个社会堕落，啊，整个大陆沉到海底去了，啊，预言家告诉我们，从前亚特兰蒂斯沉到海底，哎，将来还会浮出来。啊，那又是一个循环。啊，我们今天科学如果再发达的时候，伦理道德通通都没有了，这个世界又要毁灭。啊，那个大陆从海里面升起来，现在的大陆要沉下去。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世界的尘诸坏空啊！啊，这还不是大劫难，这是小灾难。啊，尘诸坏空啊，那是星球的瓦解。啊，那没有这么快。啊，太阳。光和热呀，消失了，啊，太阳这里面也是，这个核子爆炸了，啊，在燃烧发生的这个光跟热呀，啊，它这个星球里面这些物质烧得尽啊，烧完了之后，这就变成一个冰冷的星球了，没有光，没有热了。这个星球的引力产生了变化了，那么围绕它的这个这些行星，啊，有的合并成一个了，有的瓦解了，向太空当中飞掉了，尘诸坏空。这是世界末日啊！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，实际上这个就是真正的世界末日。啊，但是这个末日我们见不到，未来的众生也见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给我们说，在这个大劫当中，这个世间有1000尊佛出世，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。啊，弥勒佛是第五尊。啊，弥勒佛什么时候到世间来呢？以我们世间这个时间来计算呢，56亿7000万年之后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56亿7000万年，弥勒佛到这个世界来成佛，这个世界决定不会坏呀。对，世界是由末日，非常非常遥远呐、啊，啊，不是在现在，但是现在小灾难有，所谓是沧海桑田呐、啊，这样的变化，啊，我们。地质学里面所说的地壳的变化，这个有啊，大陆沉到海里啊，海底又隆起来，这个是常有的现象啊，所以有很多人攀登喜马拉雅山，
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看到鱼的化石，捡到贝壳，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海里面的。为什么在那个高山上有？就说明那个高山过去是大海，大海突然冒出来了，那落地沉下去了，这是地壳的变化。那么这个变化虽然不是啊，对于整个宇宙来讲不是很严重的，可是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众生呢，真的是受不了啊。那么这些变化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什么原因呢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共业所感呐，诸佛菩萨怜悯众生，真的是尽心尽力啊，在这个地方实心教化啊。可是这个地方的众生，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，刚强难化了，不容易啊。又何况魔来作乱啊，魔倡导五欲六尘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众生跟魔一结合，这一搭档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事出世间圣贤教人，要守礼，要行义，要讲道德，好像这一般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约束我太多了，啊，学了这个都感觉到处处都不方便。啊，哪有魔？魔这个太方便了，啊，什么机会都没有啊！我不做，魔是给你带来眼前的小乐，但是要叫你付出更大代价。这个代价是真重啊！我们居住这个地球，这个共业啊，给我们的灾难，这最严重的是地壳的变化啊，小的灾难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啊，这是小灾难。这些都是小事，啊，在佛法里面看呢，这都不是真正大灾难。真正大灾难是迷失了自信啊！疑惑。圣贤教诲不是真的，这个是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疑不是对别的，是对圣贤教诲产生疑惑，跟魔去了，这根本烦恼啊。
啊，你付出什么代价呢？你将来要到三途去受罪啊，这代价重啊。你在人间啊，享受五欲六尘之乐，你能享多少年？啊，这个我们看看世间帝王大臣豪门贵族啊，富商啊，这发大财的有亿万财产的，你细心观察，他活几年啊？他能享受多久啊？在中国历史上啊，确确实实第一富贵，在中国历史还没有看到有超过他的，乾隆啊。乾隆做60年皇帝，做4年太上皇，啊，中国历史上找不到，啊，在位皇帝有那么久的，啊，他的祖父康熙，啊，在位61年，没做太上皇啊。他做60年啊，不敢超过祖父，就把位子让给儿子了，啊，嘉庆皇帝，他做太上皇做了4年，还是超过祖父啊，那祖父不如他了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啊这么长寿的帝王。他还是要死啊！啊，60年的这个富贵，在大宇宙里面一弹指啊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历史上许许多多帝王在位10几年、20几年就很长的了，有的只有几年。啊，3、4年、7、8年、10几年，太多了。啊，在位，如果不行道德，没有不堕落。啊，在那个权力地位上，如果心里一不高兴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难。一个错误政策的时候，要害好多好多人的。啊，但是如果他有个善念，一个善行，也有许许多多人得利。一般讲，不善的念头多过善念啊！啊，善念善心有啊，不善的也不少啊！外国宗教里都说，最后的审判，最后审判。你要到哪里去？啊，那我们回头再想想，几个能升天的？啊，纵然升天，欲界天呐，而且欲界是忉利天以下了，
忉利天以上的要修行，要修定，要修慧啊。如果要修定慧呢，那就要远离五欲六尘啊，贪念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哪有不堕落的啊？啊，你要是这样细心去思维观察，你才真正了解得不偿失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做了一个很具体的实现，他是王子，舍弃王位啊，出家修行。你看他的成就，从人道提升到佛道，这还了得吗？超越了28层天，超越了四圣，超越一真法界41个菩萨阶位，他真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。那么他舍弃王位之后，他所修的是净方便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是主要的啊。这个佛法教学最重要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是附带的啊。利苦得乐是全教，破迷开悟是真舍教诲啊。你能够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啊，断恶修善呢，那是不堕三途啊。你能够来生保住人天福报啊，所以它不是究竟的啊，究竟要觉悟啊，所以究竟才是叫净方便啊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，不着示现的相，教化众生不着教化众生的相啊。这不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相由性故，事由理由啊。真正做到性相不二，理事一如啊，这才叫净方便。只有事没有理，只有相没有性。充其量跟你讲方便而不净，这个净没有了啊。我们再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啊，大家能比较容易体会得到不施不着布施的相，就清净了。佛在经论里面叫我们修布施，三轮提空啊，修布施不着能布施的相，我能布施，不
不执着啊，对方接受我的布施，也不执着我布施些什么，这叫三轮体空啊。哎，常常修布施，心里头连痕迹都不住啊，这个在佛法叫净施，就是净方面。三轮体空啊，布施要三轮体空，持戒也要三轮体空，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通通要三轮体空啊，六度三轮体空，四摄也三轮体空，四谛也三轮体空，这就真正体会到你也会善用净方便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呐，无疑不是三轮体空。为什么？《般若经》上跟我们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所以三轮体空啊，才跟诸法实相相应呐、啊。稍稍有执着，就不相应了。啊，那么现在在这个社会上，啊，古时候也有啊。你对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贡献啊，这个我们常讲嘛，布施嘛啊，这个社会会给你表扬，会给你奖励，哎、啊，这不就不空了吗？啊，是的啊，这些事情虽然是有，如果你心里面不执着，那是空的啊。那么这些表扬有没有用处呢？有用处，鼓励别人也要效法啊。不觉悟的人啊，他念念是个利字啊，名跟利呀，哎，这样做的话有名啊，哎，于是乎他也做了啊。那么他做布施供养，他着相，他要名，有好处。他所修的是有漏福报啊，众生不能没有福啊，没有福啊，无论在哪一道都很苦，不要说在人间，在天上也很苦啊。天上没有修福的那个天人呢，有的时候物质生活过得不如人间的富贵人，这佛经上都有啊。啊，天上也有很贫穷的，欲求福啊，所以也是好事。但是觉悟的人呢，他很清楚啊，一切法都不执着啊，你表扬我也接受啊，心里头有没有痕迹呢？没有，就跟演戏一样的，哎，演给别人看，
希望别人也能够学布施，出入门嘛，这是戒淫的方便嘛。啊，还有我们在佛门里面常常看到啊，信徒们布施供养这个寺院啊，建了个大殿哦，这根柱子是哪一个人捐献的，把名字刻上去啊，那一个梁是哪一个捐献的，名字也刻上去，这我们是着相啊，啊是的，着相是福啊，啊他修的福德了，不是功德了，啊不着相立相呢是功德，功德里头居住福德，福德里头不居住功德，为什么呢？功德是净方面啊，福德呢是方便没有净啊，净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，才能够脱离十法界。你看净土宗不是常说吗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这句话重要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心净，心净身心清净啊，无疑不清净啊，身很清净，持戒很严很清净，心不清净不行，你只有形式你没有实质，实质是心啊，心怎样清净呢？离一切相就清净啊，离四相离四见了啊，三轮体空清净了，不空不清净了啊，那么修三轮体空，这个你出个钱啊，出一点钱找一根柱子，人家要把你名字刻上去，你怎么样呢？不准他开，你住了相没有？住了啊，你刻了相，看到的名字住了相，你把名字去掉你也住了相啊，提了名字上你住了有相，把它去掉你住了空相，还是不净什么清净，有也好无也好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那叫真净方便啊，这个要懂得了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，空有两边都不住啊，这才是行菩萨道啊，啊这才是前面讲的广大路啊，在现代社会这些现象很普遍啊，到处都能看到，我们这么多年来印经啊，因为这个经书
通通都是借缘的啊，没有买卖的。法心啊，注印，我们这个经书后面都有一页名单，啊，这个名单有两个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啊，真信，啊，我收了多少钱，哪个人有多少钱，名单统统列在后头，清清楚楚，啊，收入多少，印这个书支出多少，还借于多少，啊，借于做下一次印鉴用，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啊，这是属于真信的，啊。啊，第二个作用呢，有一些初学初入佛门的人，他没有理想啊，啊，这个书后头有他名字，他看起来特别亲切，哎，他会多拿几本回去送他的亲戚朋友做个纪念，啊，亲戚朋友看到这个书上有他的名字，啊，会产生亲切感。这也是戒淫初机的一种方便，啊，做的人只要三轮体空啊，这个还是净方便，如果这个方式啊，能够得到许许多多人来支持，财力雄厚了，法布施能够大量流通，啊，完全是为佛法，为利益众生，没有为自己，这个还是净方便啊。所以你要看呢，一桩事情啊，你要看他的动机，他用心啊，他的效果。不是单方面的，许许多多方面的，你就观察啊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完全是为佛法为众生啊，他行的是净方便啊。啊，如果这个里面夹杂个人名闻利养在里头，那只有方便没有净，这个方便里头还有善还有不善啊。什么是善呢？大公无私是善如果自己名利和心很重，我曾经听过印刷厂老板给我讲过，哎，他说法师，大概只有你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呀，跟华藏图书馆，那时候我们印经，有经常有两三家。啊，这个印刷厂
我们交往很多年了啊，他跟我说你们真难得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你们后面版权页印的是真的啊，可是我这个书印3000册啊，真的是3000册。我就奇怪，难道还有假的？有哦，很多哦。我说那他怎么印呢？他后面印3000册，实际上只印1000册。哦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！这个上欺瞒诸佛菩萨，下欺骗众生。你能得多少利益呢？将来果报在三途啊，经是发布时，你在发布时里面打折扣，果报我预知啊，哎呀，这生生世世预知的果报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决定做的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想的。眼前有一点甜头，你就没有想到你将来付什么代价。你要想到将来的果报，你绝对不会做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，印刷厂老板给我讲，现在很普遍了。啊，这个社会我们想想呢是有可能啊，现在整个社会都不诚实啊，啊，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，互相欺骗，遇到一个不骗人的，那就觉得那个人是怪人，奇怪他为什么不骗人。啊，你用种种手段欺骗人，就是这个人很正常。啊，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的吧？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啊？你看清楚，那天台大师讲的“百戒千儒”。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形象是人道啊，样子是像个人的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畜生道，是恶鬼道，是地狱道啊。畜生道愚痴啊，不知道是非邪正啊，不知道厉害的事啊，这就是愚痴。恶鬼道贪而无厌呐，啊，地狱道损人利己，嫉妒障碍，啊，现在在这个。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啊，说法界说老实话，上面5个善道很难看到了啊，上面说法界上面5界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圆觉法界、声闻法界、天法界，再给你加个什么人法界，这个6法界不太容易看到啊。人法界里面的人决定是守5戒10善，
啊，那么在中国社会，这不学佛的决定能够遵守伦理道德，人法界不讲伦理道德了，那就不是人法界了。我们要懂啊，啊，跟净方便180度的违背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果报在三途啊，三途苦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